过的，先请问一下哈，刚刚大家是不是都有吃过我们的拉面？有吗？有吃过哈？那觉得好吃吗？哦，是拉面，好的，这边好热情，这边好热情。来，我先上这边哈，我先上这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哈。今天礼物都有，好，今天。我们今天柔心拉面的代言人，代言人是哪一个动物？哪一个动物？等一下举手，大声帮我喊柔心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我很想叫后面，但这边好大声哦。来来，这边帅哥请说。浣熊。浣熊，你确定是浣熊吗？是你吗？我决定好是浣熊，就是浣熊哈，浣熊宝宝哈，那就好了哈，我要送两位好吗？来送两位，请问一下，今天试吃的是哪两样产品？一，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，好，数到三才举哦，好，数到三，一二三，来中间这位美女，穿白色衣服就是你，对，请说，浣熊炸酱乌龙面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来后面这一位美女，还有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什么什么？超进化新拉面，好，恭喜答对，好，有认真听课哈。来，先问一下，刚刚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吗？好吃哦，超反应大的。来来，刚刚有说好的炸酱乌龙面，目前是领先的。后面的好朋友继续帮我投票，继续帮我投票。诶，我们的超进化新拉面也还不错哦，真的是加入了牛骨汤头，所以特别的浓郁好吃。但是这个你们是不是都有看电影，好，都有看电视，寄生上流，对不对？寄生上流主角吃的就是这一款哦，把乌龙面跟炸酱面混在一起混搭，韩国人道地的吃法哦。现在我们的浣熊炸酱乌龙面目前是第一名，已经超过第二名一倍了哈。后面好朋友，还有人没有投票的吗？确认一下，是不是大家都投票了？我们最后三秒钟，还有人没投票吗？有参加投票才能接着做后面的这个游戏，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好礼哦。目前，票数又往上增了，好，目前是十七，确认一下，真的喜欢这一款吗？喜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公布这一轮大家最喜欢的浓心拉面，是我们的浣熊炸酱乌龙面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！好，大家打几支之外，还可以跟我们打招呼，这样中奖几率比较高哦。来，目前，又有人说的超级花心拉面很好吃哈。好吃好吃，来中奖的好朋友，等一下出示我们手机的LINE画面，跟旁边的工作人员领奖就可以了。那没有中奖的好朋友也没有关系哦。喜欢我们家的产品，大家记得上我们的购物商城。今天有做活动，